六年前的今天，是我用一条短信结束了我们的感情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，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忘掉过去好不好？我们真的回不去了。如果是傅放肆，你会求着他吧？傅放肆，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什么？拆卖我的品牌？我把股份让给你，帮你坐上大股东这个位子，你却用它来打击李腾的爸爸。是他逼我的，他应该付出代价。程小南，你真的那么想报复吗？我恨他们父子两个，一个害得我身败名裂，一个对我冷酷无情，我有什么理由不去恨他们？唐皇已经没有能力跟你抢市场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几年前你是怎么让我跪下的？现在轮到你了。你设了个陷阱让我掉下去，我好不容易走出来，你就告诉我真相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？赶快回家收集证据去告我啊！滚！你这人做事根本不负责任，你当什么都在玩一样吗？放肆！我不想继续欺骗你了，请你相信我吧。我要怎么相信你？原来他一直在恨我。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你从来没有放弃过在李唐身边，你一直在利用我对你的爱。陈向南是不是疯了？他是为了救我呀。李唐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是我的前男友，我现在以后未来做什么你都管不着。傅方思，傅方思。